最近是不是有些怪事发生了？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你的脑里面跟你说话？是。其他人看不到，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。我告诉他们，但是都没人信我。最中意嘅，佢八岁生日嗰阵，我送俾佢。咁多年嚟，你冇理过我感受。我而家见到佢啊，仲系见到好似以前嗰个人咁啊。过咗唔好再提。睇死啊！杀咗佢唔会有报应噶。关佢事，如果有错嘅话，错嘅都系我，我唔应该带佢嚟呢个世界上。